那你要记得是，不行啊，我只先给你这样。一万斤，哎，你要做到一万斤茶或者咖吧，你要做清洁。这样啊，这样清洁。关啊！没关你就等一下被揉到手。也没有，也没有扫一扫。Thank you.
块美金我愿意接受啊。先擦擦粉末哈，了不起一年哈。但是他可以为了你，他把那个茶叶打折。如果是一千块哈，我把高山茶拿来打折。他可以这个换五百块。你怎么那么坏啊？刚刚打到你，因为龙潭市场就是这样。